你也挺不容易的，这么多年，你一个人经营这么大一个赌坊，还是多亏了朋友们帮衬，尤其是你。这些年，你为我挡过酒，追过债，有人跑到这边闹事，也是你护我周全。 谢谢。我入联访了，我知道，就是华庆之卧底11年的地方。 我知道你顶替了韩冬青的位子，真的是你，真的，是我。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舍不得啊。 5年前，我所有的兄弟都死了，只有我自己活着。大理寺的臣妾被杀，杀手是给了我活路。其实我不是没有猜疑，我只是不想多想。娘娘，你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。 到这一天了，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瞒着你了。